看的都尴尬。看吧，我们要刷到六级才好找节奏。16刀，同步的刷野。技能没衔接好。走吧走吧，可以了，杀了个劫已经不错了。我直接不刷蛤蟆吧，直接去吃眼睛，兄弟们，1250血的眼睛先打着。先打先打，我操，兄弟，这你敢走那也太危险了，他们没双招的，我都怕诺手干他。德莱厄斯没双招了是吗？操！好耽误时间啊！杀了一个。
怎么一直这中单他妈一直十五十五十五啥呀，兄弟？是不是演员呀？我操，真理解不了，进游戏就这个拿十五。这是在干什么呀？玩都没玩，他妈搁这十五。这真的是兄弟们，这是人呐！一直搁这十五。大树是闪现捆的，我手里没闪。哇，打龙真的好慢呐、啊！打龙真的好慢。到了，这边打野送了。怕以魔刀啊，我控蓝了，我已经极限了，已经极限了，我没蓝了。手这个点线还是很难搞的，他这个以魔刀太克制我们了，太克我们了。以魔刀加水晶鞋上单这条线，说实话基本上可以不用管了，管不了了。就这个装备，我们俩想杀太困难，他一定能打出血怒的，一定能打出血怒。
这里可能有个假眼，我来。走吧，上班应该能走吧。哎呦，可惜，他还是死了。我等个大招，30秒。对面打野进我野区了，死不了。他没看我装备，我要不是这个装备，这我肯定死。但对不起，我是。他上的没什么问题。扣波六不过分吧？
我直接叫城吧。这就是装备的理解。上塔直接放了。装备的理解。给整个沙滩界了。这是干啥？他在被这个装备的满血单杀。大树把我人头拿掉了。大树拿了我的人头，还行吧，大树拿的。这边打野吃线吃了不少了。夏小龙三分半，我要等个大，我力量没大肯定是不好打的。不出金的不出金身的，这一套出装是不可能买金身啊。
对面是打野是带线流啊，我靠，一直带。给他吃，我吃吧。1800块，15秒的大，他们已经减员两个，直接推就行了。不要急啊，他们死了两个，我这边要买装备打这波龙魂团呢、啊、急什么，有什么好急的，青龙刀，先拿龙魂吧。追不到，算了。闪现上头了。这样不要死。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적의억제기를파괴했습니다적의억제기를파괴했습니다走吧혐오가함께하시길姐应该要带下吧，不要急不要急，我还是很稳的，只是过来吓一下他。打我，一个 Q 一个手直接带走，一个一减速，一个 Q 一个 W中，他没闪的。绝望吗？
队友在点我说我哇好强啊你啊你怎么可以这么强呢这么秀啊完美。